新年都开始，伫咧中部地区正出名的太阳文化艺术协会，按即马开始，讲伫咧中华艺术馆举办会员联展，将大家故事讲用画面甲画出来。不管是油画、水墨，甚至是立体雕塑作品，今日在中华艺术馆，就当做一个欣赏到无同媒材、各多元化的艺术作品。原来展出的话，就是你一次就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的创作。来面才有一挂油画，有一挂水墨画、彩墨画，而且有一些是用亚克力的做的，有些是写实的，有些是非常写意的，有的是半抽象的，甚至于有。后现代的立体的画派，立体派的。太阳文化艺术协会表示，因的会员多数拢来自台中，嘛北部的艺术家来加入，就因为每一位会员的背景甲创作领域拢无共款，作品呈现相当多元，每一件作品拢是每一位学员的心血。成员是以台中占大宗，那有部分像台北啊、彰化，好有一些艺术家是在这边，那我们。在这边展呢，也是希望说可以跟彰化地区的朋友一起分享说，我们创作的成果，好，然后邀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内心世界。林雪很强调，太阳文化艺术协会创立到今已经有15年，创会宗旨是为台湾社会人文艺术正向发展奉献心力，欢迎中华乡亲做伙甲创作者探索无限的艺术空间。多张新闻，中山中华采访报道。